唉，终于到了，这个太远了吧。老周，我的车就交给你了，帮我修一下。好，有没有车借我开一下？哎，那辆保时捷911还可以哦。哎，这个不行，这是客户的车，这不行，客户的。我操，那我开什么回去？嗯，要么你开我的欧拉吧。那一辆啊？那行吧，钥匙呢？我把钥匙给你。行吧。哎，你干嘛？你谁啊？你怎么跑到我车里面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刚刚那个是我男朋友，他有点暴力倾向，然后，我就上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就走。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，我怕等会他又来找你。真的吗？啊，对。那好吧，谢谢你哦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到家了。嗯，好，谢谢啦。没事。那个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回家注意安全。真的是太失败了，这都没加到微信，真的是错付了呀。嘿，棉 ，Hello，Hello， 你这来的也太慢了吧？你知道这个天有多热吗？哎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哦，你们两个认识啊？说来话长，要不我们现在玩车去吧？走啊，走啊，走啊。啊，姐姐啊，你对车了不了解？嗯，不太了解。那你为什么会认识铁柱的嘞？就是在上次的那个车友会上面看到的，就认识了。哦，姐姐你多大了？你不知道不可以问女孩子年龄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，那我们中午一起吃饭吧，就当做我上次谢谢你喽。嗯，行吧，那就吃个饭好吧。啊，那个，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多久了？哎呀，不要提他了，上次我跟他吵完架就分手了。分手了？好吧，那我能追你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我都不相信你们这些男的，更何况你又那么小。我哪里小了？乖，我们吃完回去。好吧。那我能跟你要个联系方式吗？不难。行吧。老周，我的那辆法拉利修得怎么样了？哦，那个很快了，过两天就能修好了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上次跟我们一起玩车的那个女生是谁？哦，她，我们公司的主播嘛。主播？有点意思。她多大了？这个我也不知道哦，她又不愿意和我说。怎么，你对她有意思吗？我要追她。哇，我说你们这群富二代真会玩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很拜金的哦。没事没事，我有我的办法嘛。那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是你们公司的运营助理了，然后我的身份就麻烦你帮我隐藏一下咯。嗯，来，各位，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同事，叫方十七。哦，大家叫我小七就好了。好，你就坐那里吧。好嘞。Hello， 又见面了，我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。叫我 Carrie 就好了。好 ，Carrie。好的 ，Carrie 姐，那你累不累啊？不累啊。可是你都在我的心里跑了一整天了呀。好土啊。土吗？我跟你讲，我看人可准了。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？你是我的心上人。你真的是。说话别这么冲，这里是公司。你是哪个州啊？来管我的事？我是新来的员工。然后 Carrie 姐，你快回去吧，这里交给我来解决。你可以吗？他很凶的。我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快回去吧。好吧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有什么你冲我来就好。周老板，你出来一下。你的人啊，敢顶撞我了不？怎么了，刘总？他敢顶撞我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有什么我们下去说吧。哎呀，我看看你这次怎么跟我说。刘总，怎么了这是？
你这个小朋友口气很大吗？他是我朋友来的嘛。Carrie 我追定了，耶稣都拦不住，我说的。你拿什么追啊？啊？不就是辆破大巨吗？谁没有呢？开玩笑。行，他迟早得回到我身边，你后面就知道他是什么女人了嘛。啊？要你管啊！给老子滚！我的天哪，非要找这么远的地方。抱歉抱歉，我来晚了。第一次约你就迟到是吧？哎呀，那不是因为堵车吗？那给你的。这给我的吗？对啊。那我真的是太荣幸了。我看你两手空空，加上你又帮了我几次，这是我去年买了个表，送给你吧。哦，那行，那谢谢了。怎么？但是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骂我？哪有，走吧。去哪里？去买水喝，渴死了。等一下，那我的给你喝。才不要你的。那我明天约你看电影吧。明天要上班没空。那后天呢？后天也要上班没空。加上你好贪心啊，这个周末都给你了。那就大后天，大后天可以，总可以的吧？我不管。怕你了，好吧，好吧。啊。天哪，下这么大的雨还要来上班，服了。哇 ，Carrie 姐姐早上好啊！小声点，还有其他同事。怕什么？那这是我给你买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还有你的中午餐。哇塞，我给你也买了。妈。哎呦，一模一样的，谢谢。但是这里是办公室，我们家好像不太好吧？那我带你去其他地方吃吧。好吧，走。你怎么把我带到老周办公室来啊？因为这里没人呢。那等一下他来了怎么办？哎，没事的，你快吃吧。你跟老周是什么关系啊？我，他那个他爸，不，他跟我爸是老朋友嘛。那你爸爸是做什么的？我爸就是普通的上班族呀。那个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？我卖茶叶的。卖茶叶？等等，卖茶叶的女孩。想什么呢？那你快吃吧，等会该凉了。好吧。到啦。这就是你家，这也。怎么啦？觉得太简陋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怎么会觉得简陋呢？那我要不先回去吧。要不都到这里了，不上去喝杯茶吗？可是我不太爱喝茶哎。给你做一杯奶茶喝总可以了吧？奶茶？可是奶茶太甜了呀，我也不爱喝。我家马桶堵塞了，帮我通一下马桶总可以了吧？哦，通马桶，这个我在行，可以，走吧。走吧。啊，这也太臭了吧！我的天。哦，弄好了。好了，你就出来吧。我操，你换装怎么这么快的？怎么样？喜欢吗？我先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先吃个饭。算了算了，下次吧，下次吧，下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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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